我负责进入照片，你负责给我带路。准备，出发。第一，你只有12个小时。第二，要完全听从我的指挥，不能做出任何改变。第三，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。住手！按我说的做，不要给自己加戏。这次任务的委托人希望公布第三季度财报之前，提早拿到他们的核心财务数据。如果我们能代表学校打出好成绩，是不是就不会把篮球摆开了？相片里的世界即代表过去，你做出的任何改动都有可能扭曲时空，改写未来。本女请那一晚的秘方留下，无可奉告。我想给过去的他们各自带几句话。这次一定要打赢你。陈老师，别干傻事，比赛结果不能改变。别忘了你现在还活在别人的世界里。真的想帮你们。最后一个小时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不问将来，因为将来一定会因我们而改变。